真的。干嘛姐夫？干嘛儿子？对，我内心确实很感性的，所以面对这样场合就很容易失控的。对，然后雅洁。你说话算数的。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什么？救命恩人？救命！我带他来教会的。嗯，对，雅洁带他来教会。嗯，然后，也是他认识我的。然后，查经的阶段呢，他的关系，我跟他也是最深刻的。对，因为，印象中最深的就是，常常都是他，陪伴在我的身边。当我可能，有些犹豫啊、挑战的时候，对，包括，其实我曾经的个性是非常的，可能我不爱显，但是我内心很骄傲的。对，我会有的时候觉得我相信的东西才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相信神的部分，我记得非常的深刻。对，因为，当时那个状态确实我们俩都很激动，面红耳赤的。虽然看上去是打架，但是背后我知道其实是雅洁非常的爱我，希望我的生命可以有些翻转。那还有很多挑战的时候呢，都是雅洁其实都陪伴在我的身边。对，包括受洗之后有很多软弱的时候呢，就雅洁经常会约我去那个我们宿舍门口荷花池边上那个咖啡厅一起去聊天，一起去分享。我每次心情软弱的时候，我都被他的温柔、被他的劝勉、被他的鼓励，就觉得我是需要的，对，我是需要坚持下去。对，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他的坚持和陪伴吧。最初也是真的被你的温柔啊，然后那种鼓励去触动。对，所以让我看到就是真的生活里的关系是非常的不一样。哪怕我表现得很烂，哪怕我